有什么、啊、了不起？哎，人客，啥？我想看一下大字报。就你要甲处理啥？来，我来讲吼、哦，因为我平常时出动嘛是拢唱国语的，晚上嘛是唱台语的甲日语嘛，我对只有讲过。那国语呢，一定要来唱一下，就是你要学一下，学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有时候呢，国语歌呢有很多种情绪在跟感情，像刚刚那首《曲终人散》就是很悲惨的，但是我这首歌呢，它就是很摇的，很摇，有该不离该赶快摇，卖空话哎。该赶快三八，有，所以在调跟三八当中是真正很难拿捏的一件事，就唱不好唱，所以不好唱。需要有对象吗？要谁？姜老师好了。姜老师，好，姜老师你真会选啊！你先没糖算了嘛，因为我不太懂。我猜。好，老师来，你站在左边。注意看哦，来。来哈。我等一下会有一点点动作，但是现在目前没有。我先唱我的歌，你注意听一下。我先把裤子拉紧一点。跟老师请聊。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。一点也不稀奇，男人不过是一件小钱的东西，有什么、了不起？爱情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稀奇。人客，啥？我想看一下大字报。男人不过是一种小钱的东西。他来啊！我给你来。有什么了了了了？我了来考听清我啦！了不起，难啥啥会？哎呦！矫情什么教育，还不是大家自己骗自己。什么叫痴什么叫痴，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。你要是爱上了我，你就自己找回去。我要是爱上了你，起蹦啊起蹦啊，都恐怖，我拢夹起来了。有代志。你就是有人要看无？我先睡了。讲了一嘴啥？你别嘴啥？你就是死在……你安那秘书刚刚去用俩搞，然后警察你把他给抓了。你就死在我……你今老死啊我！你那个死在死死足久的，紧的啦！你就死在你今死，不要过来！我手里，
不好？要修啊！要修啦，要修。这段是你叫陈水怡演做。啊哟！听到没有？一声海呀！好好敬业，真的好敬业，真的。哎呦！对，你多啊，你多啊，这边拢看了。老师，老师，大家我请安全裤啦，肤色肤色。安全裤，安全裤，越看越恐怖。来，苗可丽就位。来来来，陈水怡就位。我看你在挂高。哎，我不多嘞，气看卖气节嘛，哎嘛。是不是？不是。是你开中，陈水一唱。哦哦哦哦，这样对啦。呀，你唱啊！啊，本来就是要练你的国语，你是咧哇？这个不是你国语，国语问题。是国语啊。所以这边你卡门呐，再痛苦我都扛过去了。钢琴啊，他不会动作是卡到音哦。啊你啊，你卡门呐。啊你莫搞，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。你莫搞，我疼，我家己也疼。没有，可以解还好，可以解不会了，不会，放心放心。啊你搞我。讲就好，你只要有经验，你叫疼伊就疼啊。对对对，你过嘛没魅力啊。对对对，就你叫处理。来，卡门，预备。你是不是讨回啊钱呀？开始啊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，开始。你这么是？你是来讨笑的哦？啊！你把多听啊。七，不过是一点普通的玩意儿。一点也不稀奇，女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没什么了不起。那么，那我要你信的，哎呀，你是在操啥？肯定，你要在这边弄我啊！你敢来一起造？用我来讲，我来讲，你头拄仔咧气氛过来一届，爱情然后走过来，你就要挖来嘛，开牙。对，你开牙起来啊！对，我来去准备，去准备。来，老师，前面那个 feel 很好，前面那个甩头的 feel 很好。来来来，你开牙。男主的气概。来，镜头有带到哈，来一边 ，camera。你今晚咧搞基哦。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稀奇。女人，你是卡 Q， 你是阿杰的，唔敢啦，太勇敢诶！你想啦，唔敢，卖我对了，卖。你才夹起來，我是你介无识，你唔敢晓啦。这是歌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歌啦。无你什么什么，我来可能较敢来。安尼吼，女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。你是要放尿的啊？男模都还没出来就倒啊啦！今天不倒啦！哎呦，你演没说，拍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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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